分享个最简单的开钱袋做法。我们先把袋布放上去，走到线，然后在拐弯处打几个小小的剪口，把袋布翻过去。我们从正面压上一个人类一的明线，然后再压一个人类六的明线，这个做法非常的简单。然后再把袋布放上去，我们把这个袋布把它合起来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麻烦你点个小红心支持下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袋口这个位置把它固定下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